鹿港镇内一间饭店为着鼓励学生囡仔用功读册，连续三冬推出一项活动，只要考试考100分，就会当来领一支造型真古锥的棒棒糖加两个。头家讲哦，看到囡仔考100分，成绩进步，心内感觉真欢喜。100分！饭店内面几排学生摕着100分的考试卷，面上笑眯眯，因为来到这会当换着一支真古锥的棒棒糖加两个。啊，你好棒哦！这项活动已经举办第三冬了。头家讲，一开始是因为后生细汉的时阵考100分，会当到超商换一杯斯乐冰，一种欢喜的心情记到即马，才想讲推出活动，鼓励囡仔用功读册。因为小时候儿子他们如果月考考100分，就可以去 Seven 换一杯斯乐冰。虽然是小小的一杯，可是他们的笑容是非常的满足。就算他们已经长大了，他们的印象还是很深刻。然后开店以后，就一直觉得受到很多人的帮助。然后我也觉得说应该要做一点小小的回馈给小朋友。然后只要是考100分，就可以来换一支棒棒。我们这个活动已经3年了。然后希望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对饭店推出的鼓励活动，家长嘛感觉袂歹。这么的用心，对我们的小孩这么的鼓励，哦，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，让小孩子能够好好的读书。头家这几天拢伫咧加班制作棒棒糖加两个，小小的一袋就当好囡仔这么大的读书动力，活动会一直延续落去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